原标题：古人纪时与动物习性，十二生肖排序有学问。关于十二生肖的排序，民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。比如当年轩辕皇帝要选十二种动物担任宫廷卫士，猫托老鼠报名，老鼠即罢，结果猫没有选上，从此与鼠结下冤家。真实的十二生肖排序可是大有学问，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十二生肖的选用和排列，依据了动物习性与时辰的对应关系。子时23点至次日1点，此时正是老鼠趁夜深人静频繁活动之时，故称子鼠。丑时1点至3点，牛习惯夜间吃草，农家常在深夜起来挑灯喂牛，故称丑牛。寅时3点至5点，此时昼伏夜行的老虎最凶猛，古人常会在此时听到虎啸声，故称寅虎。卯时5点至7点，天刚亮兔子出窝，喜欢吃带有晨露的青草，故称卯兔。辰时7点至9点，此时一般容易起雾，传说龙喜腾云驾雾，又值旭日东升，蒸日上，故称辰龙。巳时9点至11点，此时大雾散去，艳阳高照，蛇类出动觅食，故称巳蛇。午时11点至13点，古时野马未被人类驯服，每当午时四处奔跑嘶鸣，故称午马。未时13点至15点，有的地方管此时为羊出坡，意思是放羊的好时候，故称未羊。申时15点至17点，太阳偏西了，猴子喜在此时啼叫，故称申猴。有时17点至19点，太阳落山了，鸡在窝前打转，故称有鸡。戌时19点至21点，人劳碌一天，拴门准备休息了，狗卧门前守护，一有动静就汪汪大叫，故称戌狗。亥时21点至23点，夜深人静能听见猪拱槽的声音，故称亥猪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